美，特别的美，而且特别好，水特别好，我决定带大家上高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来了河谷林，这里是新疆温泉县的河谷林。我们本来在温泉县打算只待一天，因为我们在这里暂时住了一下，但是当地的朋友在我们吃饭的时候跟我们介绍了一下，这里有特别美丽的河谷林，让我们来这里逛一逛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山，这个水，再往那里面还有一些松鼠呀、野鸡呀、野猪呀、马鹿呀、野猪等等，都是野生的，都是野生的天然的氧吧，这里特别特别的美，特别的美，而且特别好，水特别好，我非常开心。这个大自然确实很能治疗你的所有的烦恼。是的，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山的山谷上面的雪山。当然的话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老婆你一定要注意哦。那边那个山，往前面走30-40公里左右就到了哈萨克斯坦了，所以我们要注意。怎么走到俄罗斯呢？俄罗斯的话，需要在那边霍尔虎斯口岸。那好吧，我们在新疆多待几天吧。给妈妈打个电话，说妈妈，我们在霍尔虎斯口岸。过来玩。大家有机会来到这里的话，这里温泉县也是当地的，就是有很多的地热资源，就是有你到这里的话泡一下温泉，休息一下，去看看这些森林氧吧呀，然后你整个人特别的放松。你看我昨天感冒了，但是我在温泉待了一天，然后泡了个温泉，今天感觉好多了。去泡来泡去吧。怎么能这么美？美女们，美牛们，美牛，美牛，美牛！后面是谁呀？这边要泡多少公里？一共有36公里。36公里，走路完全不行。是的。所以我们选择了开这么大的车。我们在河谷第一站先见到了野生沙棘。来来来，老婆来，可以下来尝一尝，沙棘汁特别的好。不会不会不会。山西吕梁的沙棘也特别的好，然后完了之后新疆的沙棘也特别的好。不会的，酸酸的，酸酸的，不会不会的。哦，好酸，好苦。应该是果汁会更好喝一些。秋天也是一种特殊的景色。好美呀！对面是哈萨克斯坦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刚刚问了，再往前走40公里就是哈萨克斯坦。哇！好清啊，这都是雪山融水。可以直接喝吗？可以，最好热一热。小心哦！自从来了新疆之后，砍价彻彻底疯了，解放了自己，放开了他自己的天性。来喽！这个水，啊！哇哇哇哇！哇，再往前，我们看一下。再往前走一点的看一下。不是吧？啊，好帅好帅！我的天！啊！哦，好冰！这就能喝吗？是的。还是这边也有麻的呢？妈娘！来，这里太美了。这里是新疆的温泉县，哇，那里也有几匹马，马上过来了。哦，马。嗯，昨天来了，是的，大家好。因为想要看昨天打水漂，我也想学习学习。好的，一个一个美女。现在是卡纳选手在给大家表演。现在是我丢脸的时间。那几匹马在看着了，哦，三个，很棒很棒很棒。啊，新疆真的是随便都是景，你像这个，而且是免费的这个地方。是的，你怎么能这样这么好？不管是他们的高速是免费的，嗯，他们的一些景点也是免费的。是的，真的是，漂不漂亮？是的。今天我们可以试一下开这么大的车，电瓶车。你有自己，哎，大家赶紧，敢不敢坐我的车？不敢。我的妈妈反正这么说，反正那一开车，我下车。又马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Oh my god！ 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哦，好挂呀！哦，不行哦。
的野生动物。看有没有野猪。哇，带着你的小对象过来，太棒了。天这么蓝，松树林加上这些小桥流水，哇，坐女司机的车免费给你，你说的老公小开，那就是说50块钱。来看一下卡总开车。大家你们如果愿意坐我的车，麻烦你们在评论区给我说一说，让我的老公知道女司机还是挺行的。系好安全带，然后完了之后后面还有十几个座，大家有想坐的话扣个一。哦，好多鱼，你看，好多，你看，能不能看到大家？这些水是天山的雪融水。来看一下，赶大去拍摄怎么样？不错。其实韩总会开车，他有驾照。十块钱到曾家营。4000多公里。帅不帅？帅车帅不帅？帅，真的好帅。卡丽娜带大家上高速。老公，系好安全带。卡总开的什么？哇！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玩电脑的那些开车的游戏。也不要开太远，开太深的话，这边就到了哈萨克斯坦了啊。注意安全。对，一是注意安全，第二的话，在秋天的时候，秋干气燥，一定不要。抽烟一定不要带打火机进来啊！不会的，坚决不行。对对对，森林防火第一位。我是老司机。你这个很像那个，你像我们以前对那在俄罗斯坐车那种的，像那种大巴车。是的，你是妈妈看到了，我这样开车肯定会给我打电话，说我车都是安全的，我能开，我会开。他就那带大家上高速。老婆，你这不是上高速了，你这多少钱开到了哈萨克斯坦了？我的天哪，这就是自由的感觉。这汽车最高马力是19马。快不了。哇塞！等一下，遇到拦路的，这里有个野鸡，野鸡在这里，刚刚跑这里面去了。妈，要一把草才能过吗？这些牛说要给他一把草才能走嘞。打我！再往前走。就是红腹锦鸡的那种鸡，很彩色的那种的，很漂亮。那我过去问一下路去。汪，你们好，请问路怎么走？啊！现在我们遇到了挡路的，哈哈哈！没事啊。汪，你们好。现在我们被拦上路上了，我们去过去打个招呼。哎。哦，他们走了，拜拜。有牛，所以换了司机了。我不敢去拥抱他们，虽然我是好的心意，但是谁知道呢？万一他不喜欢老外。没事，你是晋江的，本地的。我好。湿地公园太棒了。是的，整个气候让你哇，呼吸在这里面每一口都是甜的。刚刚那个哥也跟我们说了，在这里面你们可以去摘些木耳，秋天的时候或者下完雨之后会有很多的木耳。这里有一个野鸡哦，大家盯着你的眼睛。哦，看到了，看一看。哦，停，他跑里面去。哦，跑得快，他好像会这样。拜拜，老婆不要了。大家一直担心的是老婆会跑了，结果呢，老公跑了。老婆，小凯带老公跑了。不送了啊！老公，不要离开我 ！No！ 这个技术真好啊，老公，你好会哟。我们已经开了一个小时了，玩得很开心。所有的树都是我们的。哎，怎么到这没路了？到边境了吧？请注意倒车。如果是春天的话，会更哇，那就。动物会更多，野生动物会更多。要春天、夏天要再次来新疆。怎么没电了？它不是加满了吗？充满了吗？可以了，好运。没关系，继续走。哇，这个水。你看，但是我看了一下，有个标志说的是不要乱抹草。万一有什么不好的，哎呀，很干净，是的，好漂亮，真的。
看这些地方，啊，呼吸一下，大家都能感觉到那种养分。树上的，no，没事。